我每天都活在这种恐惧当中。有没有过牺牲的同行？这个行业它有政策或者法律风险，可能随时会有牢狱之灾，你有心理准备吗？大家好，久等了，我的新系列终于要开始了，这次是一个职业体验系列，今天让我们去当一天私家侦探。虽然我对这个职业现在还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要穿的非常的低调，不引人注意，不然他怎么可能不穿绿衬衫呢？乔伯文的穿衣宗旨就是穿最绿的衫，见最重要的人。现在我们要去见的这个人，他叫戴鹏俊。我在网上联系到他之后，他非常爽快，办完了手头的案子，立刻来了北京，答应跟我一起拍这个视频。今天我应该是当一天他的学徒。这位就是戴鹏俊老师了。嗨。昨天工作地点是在杭州，但是目标连夜开到上海了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的所有的背包就要能够支撑你一天或者两天的这个工作量。必须是民用的，用专业社取到的资料的话，它可能就涉嫌违法。一台充电宝、单孔望远镜、录音笔，单反在私家侦探这个行业里面，它就是个鸡肋。摄像机，这个距离我拿在手上，我随便，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来来，我这样，对不对？哎。而且很像保温杯。对，小关他现在假装一个开房的客人，我们去大厅复盘一下。小关，像目前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然后他现在进入了酒店，如果说你太远的话，他进去干嘛或者进了哪个电梯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已经在拍吧。还得用东西挡着他，要不然别人会知道你在拍。那么我们必须要过去了，因为你要知道他到底是看哪个房间。但是您这是拍摄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拍。也不能死跟着他，就看看他往哪个方向。这么近真的没问题吗？这么近肯定是有问题的呀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继续跟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暴露，反而得不偿失。然后你就找一个边角的一个房间，然后就我们刚才的那种方式可以帮所有出来的人，那么他下一次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摄像机打开，然后用手机把它连接上。哦，不是这个用途。对，比如说它这个地毯的颜色是这种米色的，那么我们就要找一块颜色相近的，那这块布就比较接近，不太会注意到。嗯，这样就取得证据了。对，是的。好激动啊，感觉自己在当特工。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，要看一下目标到底有几个进出口，你能拍到一起出来，如果又能够拍到一起上车，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位，当然不能暴露。我们现在上车蹲守一下。我们应该是坐在后座的，然后这个时候侧窗可以开一道缝，在车里啊它会产生这种雾气。很多时候如果你在路边开一辆车，哎，看的是没人，但是他这个前挡全部一层雾气，那么说明车里面是有人的。有些调查员他抽烟，他蹲守的时候，这个烟头是不能扔在地上的。如果扔在地上形成了一批这个烟头或者几个烟头的话，有些人他一看，哟，这个地方有人。从介入开始，工作开始到工作结束，目标是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的。我们是如实的反映目标的行为，我们只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帮助委托人取证，寻找真相。这个就是我们私家侦探的一个工作。我们在交费，我们不应该把车停在里面，我们要停在外面。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可能就跟不上了。对方应该是要右拐，右拐他拐不了。我们一定要提速，因为超过3秒钟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！这个车目前就在我视线范围内，大概在前面10米的距离。这里最少20米。哦，20米。啊，对，最少20米。
你能够看清楚别人脸的情况下，别人也能很清楚的看到你。我们一般都是看体型、看发型、看衣着、看身高、体态，包括走路的姿势。这个交了学费，我以后是不是就能出去说我是戴老师的徒弟？可以这样讲。真的，那疫情工作难度是不是更难开展了？个人就是最后的诉求是什么？找不到停车位的情况下怎么办？在这个繁华的地方待了，比如说5个小时，那就要绕5个小时吗？对方进了电影院，那你会脸盲吗？最主要的不是不跟丢啊，最主要的是不暴露，因为你只要不暴露，永远有机会。但是如果说你暴露了，永远没有机会。算他的速度，步数是多少？然后他的节奏就是我们的节奏，他走他的，我们走我们的。你能感觉到他，你心里有他，你一定要有他。我们疲倦的人就关注他，他和你是有感应的。这个感应其实看听上去很简单，你用心去观察了，他每走一步都知道他会走多少米，走多远。但是到了这个拐角，你要注意，一定要快。你就做我的掩护，你不要动。那个面部表情啊，肢体动作的话都要很自然，就是说你不能显出很紧张，你的心里一定要不停地在运转。当你开始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慢了。都慢了。就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，我们怎么样？我往那边走。这是侧面。它是直线，我们走90度。因为人他最主要的危险区域是后面的，他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我，很少有人会说我侧面有没有人跟着我。当你发现一个人看他侧面的时候，这个人肯定是一个，要么就是老油条，要么就是你遇到对手。没有完美犯罪的，只是说你遇到对手不够强大，任何事情都会留下痕迹。那我今天就学到这儿了，谢谢戴老师，谢谢戴老师，谢谢戴老师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人的收费正常都是5位数，委托人的描述也有水分的，你不能完全相信他，尽量的在合法的情况下维护你的合法。车站口语团队合作不来影响，司机之间就等于就你知道那一瞬间可能就会一样，没有打算全身而退。